他曾是个落魄青年，父亲瘫痪，还背负20万元外债。为谋生路，他远赴千里之外，却有了意外的财富发现。一斤的话是需要100块钱，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说，哎，钱啊钱啊，你快点从地里面给我长出来，还长出来啊。靠着这种神奇的东西，他不仅改变了家庭的命运，还成为当地的产业带头人。然而大家见到他的产品时，却又好奇又害怕。这什么？可以吃的吗？可以吃啊。它是会动吗？还是不会是个陷阱？他究竟发现了什么商机，又是怎么靠它改变命运的呢？欢迎收看致富经。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啊，名字叫做郑业华。在他大学2年级的时候，父亲从10多米高的脚手架上摔下来，从此瘫痪在床。为了给父亲治病，全家欠下了20多万元的外债，而这个家庭也陷入了困境。然而就在人生低谷的时候，郑业华却在千里之外发现了一样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并且靠着这样东西，郑业华改变了自己和这个家庭的命运。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神奇的东西呢？郑业华带着他的产品来到绵阳市的街头进行调查和推广。当大伙看到他手中的东西时，都感到很稀奇。这什么？你猜一下吧。我不知道。可以吃的吗？可以吃啊。像玉米。像玉米。像玉米啊。嗯，你看嘛，这个有点像玉米棒。它是会动吗？还是？这时候看到，怎么还有肉的感觉？还有肉的感觉是吗？好吓人啊！看到。面对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大家首先从外形上猜了起来。不会是什么什么肚猪肚或者是什么哦不什么兔子的什么肚子那种东西吧？很像肚子是吗？我觉得有点像，这个有点像，嗯，像那个毛肚，对对对，那种感觉，但是可能是小动物的，有可能啊，不会是个陷阱啊？什么东西？就那个石头过那个，那这个有点像，像什么？这个有点像毛肚。我去，就像那个毛肚那个砖里面那一层。郑业华手中的这样东西，从外形上看确实有些像毛肚，可是当大家在闻闻着味道，却又疑惑起来。种那种就有点感觉像像面粉那种味道的，像面粉的味道。就是叫那个在香香带那种带那种中药的那种感觉，有点像木耳哈。闻着闻着，有人找对了感觉。有味道。有什么味道？说是像那种干的蘑菇那种味道。干的蘑菇。对对对对对。这个有股菌类的味道。嗯，闻起来有点像蘑菇的味道。像蘑菇的味道。这个有点像。看着像毛肚，闻着像蘑菇，郑业华手里拿着的这种东西学名就叫羊肚菌，是一种珍稀的食用菌。哦，羊肚菌说的就是，羊肚菌是吧？听说过。哦，对对对，那我就知道。听说过羊肚菌吗？听说过，说是100多块钱一斤的，活的都上不起的嘞。100多块钱一斤。啊，活的还是活的啊，这个是属于干的哦。啊，那干的呢？啊，干的都不知道价格。单品的话哈，要8点多斤，大概产量空干1斤，就价格又翻了9倍10倍这样。九倍，这个意思就是1000多。啊。一斤。啊，对。哇。羊肚菌的主要消费国是法国，出口到法国的羊肚菌的卖价更是惊人。在法国，整颗羊肚菌很贵，相当于人民币的话就是8000块钱左右一公斤。一公斤8000块？哎，8000块一公斤。就是那种干的，完整的。干的，干的。每年的3到5月份是当地人采收野生羊肚菌的时节。一大早，记者就跟随郑业华从绵阳市出发去寻找野生羊肚菌。对于郑业华来说，找到一朵优质的野生羊肚菌就可以给他带来上千万的财富。海拔逐渐升高，山势越来越陡峭。2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这里是北川羌族自治县的山区。记者在这里遇到一些村民正背着篓子进山。
城里人对羊肚菌不熟悉，而这里的村民却知道羊肚菌的价值。反正人家捡这么大一坨坨的就拿来卖，几天五个，有些一二两啊些，有两三朵的了，捡起都拿来卖。两三朵都要拿来卖，卖多少钱呢？那个？要是贵点怎么办？怎么贵？说几百块钱一斤那种。好找吗？那个？不好找的。不好找。一般都是那些老山那些放牛放羊子都碰到的有，才捡。能找到一两斤那种吗？哎，找不着，找不着，少很。少得很。那你们这是上山找什么？我们去打蕨菜。哦，野菜是吧？哎，谢谢啊。野生羊肚菌大多生长在海拔2000到3000米的山林，出菇时气温不能超过25摄氏度，还要求较高的湿度。走在山里，随处可见各种菌类，然而要找到野生羊肚菌却没那么容易。郑叶华一边走一边在观察周围的环境。这环境比较适合生长羊肚菌，你看上面有水流下来。羊肚菌野生的最关键的就是湿度。确定了环境，郑叶华和同行的人开始了地毯式的搜寻。今天进山能否有所收获，关系到来年的财富，所有人都不敢马虎。你们找到了吗？找了半个多小时，突然郑叶华向一个山坡跑过去。哎，找这么辛苦，终于找到了。哎，有了有了，找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一个了。在在在，这里啊。对对对，这里这里。哎呦，那个一个找到腿都软了。哪个哪儿的？这里。哦。这太小了，不能挖吧？太小了，就没什么作用。我只能说，再过两三天，等它长大一点，我才过来采。再过来采。确定这个位置是没问题的，是吧？哎，对。两个小时的车程，加上一个多小时徒步爬行山路，最终却只找到这么小的一朵野生羊肚菌。但即便是这么小，对郑叶华来说也十分宝贵。只要再过几天，就会有大用处了。长到多大的符合你们的要求？一般是这样子。哦，那么大。哎，那么大的菌毛对我们就效果比较好，我们拿回去采有用，我们的收入也会提高。嗯。靠着羊肚菌，短短两年间，郑叶华从一个父亲瘫痪、背负20万元外债的落魄青年，成为当地的产业带头人。郑叶华是如何与羊肚菌结缘？野生羊肚菌和郑叶华的财富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在一片油菜花中，这黑色大棚格外显眼。郑叶华说，这里汇聚了他的财富。掀开大棚后，在场的人都发出了惊叹。啊，对。这个本来是。大丰盛。这多的很，这个地最多了。多很厉害嘛。哦，多啊。走进大棚里，表面上看，地面上杂草丛生。仔细一看，这不正是郑叶华苦心寻找的羊肚菌吗？从山上采集的野生羊肚菌经过优选培育成为菌种。像这样人工栽培的羊肚菌，郑叶华种了1000多亩。郑叶华随手采了一朵羊肚菌，向记者展示了它的特别之处。你看，有没有发现像别的菇嘛哈，就类似香菇那样，它里面都是充实的，这里面是空心的，可以给它打开看一下。嗯，哦，是这样的。来，更像羊肚了。对啊。每年的3月初，羊肚菌开始出菇，持续一个多月，可以采收3-4批。今天，郑叶华组织工人来采收最后一批羊肚菌。你看一下，一定要像采这种的，还有采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它的菌柄的干净哦。大不能拿铲子铲，或者羊肚菌播种的过程中，它里面是长满了菌丝的。如果你用铲子一铲，那这一块周边都去了，那只有这长了一个菇，那到时候一铲周边就不长菇了。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土里遍布着菌丝，像一张供应养分的网。如果铲断了菌丝，就不会再继续出菇了。
羊肚菌必须一朵一朵的采，而且不能沾到泥土。每一朵羊肚菌都是郑叶华的心头宝。脚底下，哎，小心一点。太多了，脚都没地方踩了，提心吊胆了，就踩到一个，他们脚踩到一个，我就心痛了半天。最后一批羊肚菌采收完，今年郑叶华总共收获了30万斤鲜羊肚菌，按照160元一公斤的批发价，今年的销售额是2400多万元。羊肚菌大丰收，郑叶华和老乡们都很开心。连自己种了刚长出来的嘛啊，自己都不舍得吃，尽量都想着能多卖点钱，卖越多越好。他这个要卖几十元，这卖多少钱？他这个不是二三两，他不是卖几十元。两二。来，今天中午炖汤喝了。晒干了拿一煲汤。农户们把土地流转给郑叶华，又在他的基地帮工。大伙跟着郑叶华赚到了钱，都十分喜欢这个外来的小伙子。而就在2年前，郑叶华从福建老家来绵阳时，却是他人生中最低谷的时刻。正是靠着羊肚菌，郑叶华改写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1993年，郑叶华出生在福建省宁德市的一个小渔村。因为父母身体不好，家里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懂事的郑叶华从初中起就一边上学一边做零工，努力赚钱减轻家里的负担。自己供养自己，郑叶华不但没有抱怨，反而多了一份自信。2012年，郑叶华上大学2年级，听说国家支持大学生创业，他马上申请了5万元贷款，想在老家开一家海产店。然而父亲在帮忙装修店铺时，从10米高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他说，就是，我是接到电话的，我妈跟我说来不及了嘛，就是心跳也快停止了，脑袋一阵黑，不知道那种什么感觉，麻木了。经过抢救，父亲的性命保住了，然而下肢瘫痪，再也不能站起来了。为了给父亲看病，家里还欠下了20多万元的外债，整个家庭陷入了困境。2014年春节一过，郑叶华听说一个朋友在四川经营保鲜库做得很不错，他想去朋友的公司打工赚钱。郑叶华不会想到，千里之外的四川正有一个财富机遇在等待着他。2014年二月的一天，郑叶华在朋友公司周边的农田里发现了几个黑色大棚。出于好奇，郑叶华钻进了大棚，钻在棚子里面看了一下，研究了一下这到底什么东西。我看一看，这东西我以前也没见过，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就跑出来，我去找一个农户嘛，他告诉我这是一种蘑菇。我问了价格，他告诉我一斤的话是需要100块钱。然后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这个有没有他说的那么神奇？郑叶华一回家就赶紧打开电脑查询，之后他知道这种稀奇的蘑菇叫羊肚菌，市场价格果真是100元一斤。郑叶华越看越兴奋，心情异常的激动啊，可以就是说可以不用靠我朋友了，可以完全靠我自己又找到一个好的项目。郑叶华觉得这是眼前最实际最快的赚钱办法，还清家里20万元的欠债，好像一下子有了指望。郑叶华向朋友借了8000元钱，到四川省绵阳市食用菌研究所学习羊肚菌的人工栽培技术。比同龄的孩子当然要懂事的多了，他还是很着急。他看出来他着急是吗？哎，着急着急，他生怕学不懂。他生怕学不会，我说你要慢慢的来，你放心，我耐心的教你。学习结束后，郑叶华又跑到四川省的几个羊肚菌种植地去实地考察。经过调研，郑叶华对种植羊肚菌的前景更加肯定。2014年5月，他回到福建老家，说服父母抵押房子贷款作为种植羊肚菌的启动资金。然而当他拿到50万元贷款时，郑叶华的心里却十分纠结。我说自己一个躲在房间里面，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
一定要给它做长嘛，我做不成，那这辈子差不多就毁了。而且不是大概，是我毁了，是我爸、我父母啊，我爸、我妈他们全都毁了。2014年7月，郑业华用老家的房子抵押贷款50万元，又向亲戚借了30万元，他回到绵阳市，在安县秀水村租了200亩地，开始种植羊肚菌。一上来就种这么大的面积，很多人感到担心和怀疑。最怕的是他失败，我最怕他失败，因为年轻人的话，第一次失败的打击很大，打击很大。如果这个心呢、受到挫折过后啊，也后头都要再去帮他的话，就难度大了。当时开始来做的时候，确实我们还是很怀疑他，我们觉得这个同事很年轻。羊肚菌呢，因为在我们涉农这块，我们知道呢，因为羊肚菌是，技术含量比较高，而且按照农村说的话，种子比较小气，比较小气。所以他来了，我们还是当时还是很怀疑，不是很放心，晓得嘛？也觉得这个野生的羊肚菌，那是用人工栽培，我们是很怀疑的。当时羊肚菌的人工种植技术刚刚推广，许多农户还处于观望试种阶段。最多的也只种了20亩，但对于郑业华来说，他没有时间去慢慢摸索，他的目的很简单，尽快赚钱。我从小到大嘛啊，我都是比较自信的，知道吗？就是而且我相信我自己嘛，一定可以把如果花了很大的心思和努力去做嘛，一定可以把一些事情做成。郑业华按照学来的方法制作菌种，12月份播下羊肚菌菌种。到来年的3月份才能出菇，羊肚菌菌种播下之后会产生菌丝，把地面盖得严严实实。几天之后，白色的菌丝褪色，羊肚菌在地下静静生长，等待适合的温度、湿度才能出菇。在此之前，从地面上根本看不出一丁点儿羊肚菌的踪迹。可就算什么都看不出，郑业华也忍不住每天都来看。他盼着羊肚菌快点破土而出。采访时，记者发现郑业华每次进大棚的方法都很特别。每次要看的时候都要这样啊？对啊，每次看完棚的时候，然后都要掀开，全部给它上面的土啊，全部给它掀开之后，挂到上面去，然后看得出来就必须给它盖土。有些土块太大了，然后我力气又比较小，然后拔又拔不动力，这个要一块一块这样子搬过去。这样吧，白天这样累了，人都累虚脱了。那怎么不干脆就做个门呢？怕为了防止它那个有时候有老鼠啊，它钻进去钻洞，还有一个就是到时候做个门嘛，你知道，有时候怕被我们对这个比较珍贵嘛，我们怕它被人偷了嘛。现在这种棚全部是那种平棚嘛，之前我刚开始做的时候都是那种拱棚，一个门嘛，一个门这么大，然后这边隔一段路，隔一个沟。然后一个又像这种这么大，然后每次呢看之前必须先把它掀起来，然后看完进去看了出来，然后又必须覆土盖上去，然后到那个又要重复这样动作，每天那时候每天自己一个人要重复几千次这种动作，因为有好几千个棚嘛，哇，那时候那实在是没办法，那有时候累到都快虚脱了，那也要坚持着这么做出来。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说，哎，钱啊，你快从地里面给我长出来，还长出来啊！2015年春节过后，郑业华照常在基地查看。当他盼望已久的一幕终于出现时，他却差点错过。他是不小心看一下，咦，这地板上这个是什么东西？哦，然后蹲下一看，哎，这不是菇吗？然后就一个这么小的报信菇，它会先出来。报信菇出来之后。它就陆续带了一批一批出来，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吧。出菇后的7到10天是最佳采收期，郑业华赶紧请当地的老乡一起帮忙收菇。只要不破坏菌丝，羊肚菌就会持续出菇。第一年，羊肚菌的亩产在200多斤，按照100元一斤的市场价，当年就能收入至少400万元。看了一批一批的钱从地里面长出来，那个心态开心的不得了，还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我父母嘛，跟他汇报现在这个情况嘛，哦，就说就哎，现在长得非常好啊，到时候可以卖多少钱啊，又可以干嘛干嘛干嘛啊，又可以把房贷还啦，又可以把借的钱都还啦。但郑业华没有想到，离赚钱，
他还差了最后一步。羊肚菌主要销往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和出口欧洲，然而羊肚菌在常温下只能保存三天，想要长途运输出口国外，必须进行烘干，做成羊肚菌干品。我以为这个是比较很简单的问题，但是也不准备行空，就自己空了就可以了，就早上随地回到晚上了，回到推出来一看，哎，为什么还是湿的？因为没有经验，郑业华买的六台烘干机完全不好用。面对每天采收来的新鲜的羊肚菌，郑业华心急火燎。当时条件还不足，我那时候没有保鲜库，最多只能放三天左右。三天不好用。就会坏掉，就会烂了。到第二天又采来两吨的菇，然后到周围堆的到处满满的，到处都是，然后那个心情啊非常急躁。我想眼前钱就把它到手了，结果我这菇烘不干，如果我再多放几天，那可能这纯木菇又报废了。老家的房子，全家人的希望，自己一年的辛苦，所有的付出不能就这样打了水漂。郑业华四处打听，得知当地有一家专门做烘干的工厂，他赶紧把采收的20吨羊肚菌统统送去加工。虽然经历了一场危机，可也因为这件事让郑业华在行业里出了风头。客户听说他手里有这么大批量的羊肚菌，主动联系他谈合作收购。不仅如此，郑业华还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2015年，绵阳市安县农业办邀请他进驻当地的农业园，发展羊肚菌产业。通过他要10年的种植，他确实摸索了出来这个人工栽培的这一套流程。说今年子目前看啊，从我们晓得的啊，它的产量应该在去年基础上是翻番，它的规模在四川来说啊，应该是前三位。如果从它的菌种培育来说，在全国应该是排前头的。郑业华建起了自己的菌种厂和羊肚菌试验基地，不断试验羊肚菌高产稳产的方法。记者采访时，郑业华在试验地里有了新的发现。过来。哇，它长得像珊瑚虫一样的感觉。对，你们没见过这么像这样子的吧？你看这密码，如果像每寸土地吧哈，都像这样展开，那不是亩产可以达到2000斤了。到2016年，郑业华的种植基地达到1000多亩。他一边研究羊肚菌高产稳产的技术，一边也开始为下一步的市场做规划。他想开发羊肚菌的精深加工产品，把羊肚菌推向内陆市场，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和接受羊肚菌。第一点嘛，就是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机会出现的时候嘛，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不能让它流失了。要相信自己，因为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给自己信心的话，你很多事情都是做不成的。郑业华虽然家庭遭遇不幸，但正是这种不幸激发了他强烈的愿望，想通过自己的创业和赚钱来改变家庭的命运。看到机遇的时候，郑业华敢于抓住，不断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好了，各位，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视网、农视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同时欢迎登录央视网浏览查询。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看《致富经》下期节目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生意失败，父母连夜出走。我就知道我爸爸妈妈冲动走了，我家就这样傻了。手足情深，姐姐发誓要让妹妹过上好生活。如果我挣好多钱，我先把那个房子建起来，至少一人间有吧。励志创业，却遭遇冷嘲热讽。在那边洗头的话，那个小弟说，你身上怎么有一种味道？一句戏言，不料竟然成真。如果养不好猪的话，大家都不要结婚吧。养猪靠智慧，看五朵金花有何妙招，带你走上致富路。